小英雄 Super， 又是到我们律动的时间了。今天的小朋友是来自哪个幼儿园呢？非常的热情的小朋友。那今天呢，同样呢，邀请到我们的阿凯老师。大家好，我是阿凯老师。那我们的阿妹老师。嗨，大家好，我是阿妹。阿妹老师今天又来帮一些妈妈解决他们的问题，对不对？又有问题了吗？又有问题了，真的没有问题的。每个礼拜都有问题，有些妈妈就觉得，哎，他小朋友好像不是很会运用他的脚。对对对。有时候让他们双脚跳的时候，他们好像不能够协调。我们一般来说哈，到了3岁，小朋友的能力会发展出双脚跳。双脚跳就是两只脚立定跳高或跳远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发现很多到了幼儿园甚至是大班的小朋友没有办法双脚跳，他会一脚一脚一脚一前哦，比如说他跳起来以后变这样子跳。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可能从小的时候没有做到很好的这种跳跃的一个训练。所以他可能是害怕，并不是能力没有，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所以他会对于高呢会有点恐惧，所以他就变成那样的方式比较安全。对。那现场的小朋友应该已经是还蛮大的嘛？对，我们来试试看，我来找一个小朋友来跳，谁要上来？好，他举的最快，来，我数到3，来，双脚跳哦，麻烦你数到3，你跳过去那一边哦，跳过这条线哦，来，准备了，1、2、3，跳过去。哇，我再找一个，这样是 OK 的。好，换女生来，换你，换女生来，1、2、3，跳过去。对，这样都是很好的状况哦。那如果就像阿凯老师说，就有一些小朋友比较怕的，他可能就会这样哦，这样还是跨跳，这样还是跨跳，他会变成两只脚跳，然后哦，这样才算，对，这样才是有状况的。哦，哎，那从舞蹈方面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吗？哦，可以的，可以的，有很多方法，就是你可以就是交叉，或是往上跳跃练律动的方式。好，那我们先来暖暖身。OK， 没问题。来，小朋友，来，我们散开一点哦。好。哦，那么记得我们暖身的动作，就是膝盖夹一夹，然后脖子动一动。膝盖夹一夹，记得哦，就是从脖子6、7，脖子1、2、3、4，肩膀6、7、8，然后再来是哪里？来，你的腰要动一动，腰动一动，然后再来是双脚，哎呦，来膝盖一起动一动。OK， 那我们麻烦老师给我们音乐，好，我们一起来，预备，5、6，夹膝盖，来膝盖2、3、4，脖子扭一扭，继续膝盖，然后肩膀，再回来膝盖，然后就动动腰，6、7、8，膝盖2、3、4，双脚膝盖扭一扭，来，小朋友过来，快点，OK， 好，就到这边，好的，暖完身之后呢，阿妹老师今天是要教我们什么动作来帮助跳跃呢？我们先双脚往下，就是蹲下去是为了要往上跳嘛，所以我们先习惯一下怎么蹲，你看，蹲下来。不可以跳哦，前面的4下是往下蹲而已，6、7、8，还没有，1、2、3、4，不可以跳哦，1、2、3、4，往下3、4，然后注意哦，现在跳起来是正拍的时候踩在地上，你看5、6、7、8 ，OK， 哦，要会停得下来才可以做接下来的动作，接下来又继续蹲下去4下，1、2、3、4，然后了解，然后接下来是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点。我们在跳的时候啊，你看右脚先在前面来交叉一下。交叉，右脚在前面交叉。然后再换脚交叉。再换脚。再换脚。好，所以右脚先。对。所以先前面先蹲4下。对，然后原地跳4下。要再跳4下。5、6、7、8，再蹲。再蹲4下。1、2、3，跳起来。5、6。啊，这是要用跳的。对，好。好，停一下哦，小心哦。好。来，等一下，我要看谁是最安全、很稳的，像飞机降落一样。谁要是掉到地上的话，就是不正确的哦。OK， 所以要很稳，手要在哪里？手要在你的腰这边的地方哦，不可以手放开哦。来，站好位置哦。来，弟弟站后面一点点。来，预备。5、6、7，往下蹲，1、2、3，预备跳，5、6、7、8，再蹲，2、3，交叉跳，5、6、7、8，
来，那个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的举手。好，我发现你们都做得很好。那所以我现在看你们跳哦，你们看谁跳的做得最好，我就让他站在我前面跳。好 ，OK， 我现在偷偷看你们哦，预备。哎、欸，不是，还没啊，还没比完之后才可以你站前面。来，双手在哪里？这里。好，预备，五、六、七，蹲下的一、二、三，预备跳，五、六、七，八，再来一、二、三，交叉跳，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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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大家都跳得很好哎、欸。对。对啊。所以觉得跟得上的音乐的举手一下。哎、欸，音乐还没下来哎。对啊，所以他已经跳得很开心。所以老师，我们可以直接挑战音乐了，耶！ Yeah! 好，来，大家加油，对音乐跳哦。好，手要叉腰哦，大家。来，手在哪里？五、六、五、六、七，往下，一、二、三、四，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交叉的五、六，再一次，一、二。三，原地跳，五、六、七、八，一、二，最后喽，跳跳跳跳，哦，你乱动了，所以你输了。对，所以你要到后面去。哦、最稳的，最稳的就是这一位，嗯，还有我们的安哥哥，耶、yeah, ，他们两个太稳了。在后面，来弟弟借过一下哦，因为他们是 winner， 所以要站在前面。好，所以安哥，你有没有信心可以赢他？有。你有没有信心可以赢我们的安哥哥？不知道 不知道，那你要不要跟他拼拼看？不要，一定要啦，一定要的。你看他们有斗志，那不然换你来。好、oh, ，OK， 来加油，来你们两个一起好了，比较有力气。好， oh, 来我们来跟着音乐跳一次哦，预备，麻烦老师给我们音乐，谢谢。来，双手，双手在那里，好，用力往上跳哦，好不好？六，预备，五，六，六，七，八，蹲，二。三四跳六七八蹲二三交叉跳五六再一次一二三四跳五六七八一二三四跳五六七八哦，真的会累会喘哎、嗯，可是我觉得真的有帮助到，就是小孩子就跳跃这部分。对，除了力量的训练以外、嗯，其实跳舞最棒就是让孩子觉得很有趣。嗯，所以在有趣的过程中，他就很自愿的去跳跃了。所以他就自然而然学会跳跃了。嗯，所以呢，爸爸妈妈呢可以在家里呢多跟小朋友一起跳这个舞蹈，因为非常的简单。好，今天谢谢我们的阿凯老师，谢谢我们阿凯老师。Yeah. 小朋友，我们继续跳吧。来，再一次哦。好，再一次， yeah. 最后一次。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交叉，五、六，再来一次，一、二、三。今天早上十点，跟着阿凯老师一起来做全脑开发，用右脑呢学习英文，以及呢浩宇老师的简单测验，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佩老师呢带你进入神奇的科学实验室，还有阿美老师的职能律动，这么好，这么多专家来帮你带小孩，超级小英雄一定要来玩哦！接下来。